听见有，等一下我会过这个吊桥。好，那就是要讲说这里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，所以呢，种植了很多的花卉，就会引来很多的翩翩蝴蝶。好，那这一只就是紫斑蝶，然后大白斑蝶等等，凤蝶等等，好，就代表这里。终点站就到这了，好。啊，我刚就是大哥他们要买，就是我说是这里，啊，就他们在前面就买到。好，来，谢我玩国小。啊，这个啊。啊，那么可爱。度假车有没有可爱？来上去看一下，如果你不怕这个斜坡。对啊。对啊。